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佛教中的儿童歌曲。歌唱可以说是儿童快乐的泉源，儿歌丰富了孩子的想象力。那么近年来，佛教弘法方式越来越多元，佛教儿童教育的发展方兴未艾，儿歌的创作呢，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但是跟一般的儿歌比较起来呢，佛教的儿歌在数量跟品质上仍然有一段差距。这主要是因为要把佛教的教义跟精神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吸引小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圣严法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佛教儿歌的创作。这个我是大外行啊，那考我这个问题啊，第一我不会唱歌，第二我不会作曲，第三呢我也没听过小孩子唱过多少儿歌，所以这个问题把我难倒了啊。不过呢，我在佛教的这个绘画，这个佛教的壁画，以及佛教的浮雕，还有呢佛教的敦煌的呀，这个敦煌的以及呢大同云冈的石窟啊，可以看到很多啊这个佛教的这音乐和舞蹈。这因此我想这个大概是相通的啊，并不是仅仅是孩子啊喜欢唱歌，成年人听到歌声也觉得很愉快啊，不会唱歌的人听到歌声也有喜悦感啊，能够自己跟着哼跟着唱当然更好。所以台湾现在目前呢，什么卡拉 OK 了，什么 KTV 了，这些都是投合作成年人喜欢唱歌喜欢听歌，不但是听，自己要去凑一脚热闹也才唱。卡拉 OK 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听说自己也能够上台唱的啊。一个会唱歌的喜欢歌唱的民族呢，是非常有希望的，很有朝气的。其实任何动物啊都会唱歌，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本身呢表达出来就是这个，就是唱歌的声音。所以我们呢歌声是传达人语言呢说不多的，用歌声唱出来，把感情可以唱出来，把自己的心里边的一种啊感受可以唱出来，就是讲话说话没有办法表达那么的深刻。所以小孩子他在用语言表达他们还不大会表达的时候，唱歌是最好的表现呢孩子心里边身体上的感受啊，是最好的方法。因此我对这个佛教的儿歌我是没有听过了，但是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在制作，这个制作儿童漫画，制作儿童的呀歌曲歌唱。那么在我们这个夏令营里边呢，我们的儿童夏令营就是用了蛮多的儿歌的，也有我们自己在做，因为配合我们当场的环境来做的。有的儿歌呢就是瘸是老瘸，把它配上歌词啊，心里歌词放进去，那唱起来小孩子们也觉得很好很欢喜。因此呢我想在对于这个儿童的歌儿童的曲这两方面呢，我们需要训练人才。现在我们台湾呢为什么常常引进西方的曲，日本的曲变成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我们大人唱的歌，甚至于根本就是抄袭人家的曲变成了我们的歌。这个啊可以了，开始的时候学习嘛抄袭嘛这个模仿嘛没什么不好，可是我们现在呢缺少人才，应该呢多培养一些啊作曲的人才。
这是专门为儿歌作曲的。那另外呢，要培养一些呢写作儿歌的呀，这是文学家。但是呢，这个做成人歌曲的人跟做儿童歌曲的人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写成人小说跟写童话小说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性格不一样，表达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在我们佛教里面，我想最好呢有哪一些团体啊，佛教的团体来培养这些人。培养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呢就是用奖金奖学金来征求儿歌，征求歌词，那使得已经成名的成功的或者是即将成功的成名的人呢投入这个放心血啊，放到我佛教的儿歌里边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把我们的出家人或者是居士去啊，叫他去读这种学校，或者是呢不是读学校，而亲近追随某哪一些啊是基础的音乐家、足球家，这个理论的也好，这实际上真正的说是一些歌唱家以及足球家，这些人呢能够跟他们学习，学会了以后也很好。还有呢，这第三个方法可以开训练班、补习班，来在补习班、训练班训练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呢，总有几个人呢会这个写出不错的儿歌来。像这种方式呢，我想可以做了啊。我们法鼓山很想做，但是我们法鼓山呢，要想做的事情太多，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手啊、脚啊不够多，财力的、人力的都有问题。我怎么的头脑想到的快，手脚做出来的是慢，所以我们呢，不仅仅说我们法鼓山可以做，其他的任何的佛教的团体都可以做的了。佛陀崇高的教义已经显示了最高的真理，当然用不着也没有办法去修正，但是佛教的修行方法却必须顺应现代人的生活而有所调整。那么今天在不同国家中的佛教徒往往依照自己的传统文化跟风俗来修行佛法，因此呢也有了种种各式各样的修行方法。为了避免一些想要探究佛法的朋友感到困惑，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修行的方法来做一番整合呢？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其实这个问题呢提出来是很好了，可是呢并不是准确的提案、啊、比如说我们大家要吃饭，我们到马路边上去啊，看各种各样的饭馆都有，什么法国的料理了、日本的料理了，还有什么意大利的什么披萨了，还有美国的麦当劳了，还有中国的什么台菜了、川菜了、什么湘菜了，还有呢什么这个广东菜了、什么上海菜了，哎，这个菜这。都牌子上都写的清清楚楚，那你要吃什么你就进什么馆子呀，进任何一个馆子适合你的口味，你觉得那个味道就是你的，那你就去吃啊。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要吃哪一家，不知道哪一家是味道是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哎，你那个肚子饿的时候你随便找一家吃哦，吃了一家以后你觉得不合胃口，下一次你不要进去了嘛，
如果你吃了一次觉得哎这个还不错，哎那你继续吃下去啊。如果就觉得吃错了对象了，或者吃了以后你说这一家也不错，可能另外一家也不错，我再吃吃另外一家去也可以呀。这种啊，我这个比喻你不能说哦把所有的餐馆通通全部变成统一的，就变成统一超商，是 7-11 这个不行啊。你这个麦当劳是麦当劳啊，统一超商是统一超商啊，他个人做的不行，不一样的。虽然你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出来，另外一个东西也有个统一的东西出来，所以人的这个喜爱，人的心向，这个是不一样。所以不要要求啊，说圣严法师你想到一个想一个什么办法，把那些修行的方法全部把它综合起来统一起来，把它简化。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没有必要。那我相信呢，提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呢，的确是有很多的人呢迷失了自己啊修行修学佛法的呀门径，不知道要进哪一个门，进这个门进去觉得也不对劲，进那一个门进去也不对劲，因此呢走了好多门，不知道哪一个门是应该进去的，就是叫做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其实到了百货公司是五花八门呢，眼花缭乱呢，你要买的东西，男孩子买女孩子的三角裤回去大概是很少的，这不是你自己要用的东西，你怎么会买的男孩子买个女孩子的东西回去？一定啊，你自己想到要买的东西，到那边看看有没有想要你买的东西。这个进入佛门也是这个样子啊，学密学净土学禅，那现在呢禅里边呢又有什么日本禅，还有呢什么这个南传的什么洞中禅，那么还有中国的又是禅，中国的禅里有什么草洞宗有临济宗，又要参话头又要数息又要什么这个什么只管打坐和默照，这个名称多得很啊。但是不要被这些名称混乱了，你正在学什么，你想学什么，开始学，学的觉得可以就一直下去学，不要老是变了。不要今天说我念阿弥陀佛可以生西方，听到说念阿弥陀生西方又不能够啊开智慧，赶快就开悟去，所以马上又不能开悟怎么办呢？找一个地方啊，所以三分钟可以开悟的赶快去，三分钟开不了，开得了悟吗？耶，有人这样子卖，专门卖开悟的呀，也专门卖方法的也有了。像这种情形我们呢，我建议啊，不需要把它整合，而这需要我们有如何的选择，找门是如何的选择，我们要进的门是很重要的。如何的选择这个门呢？这个一个呢是历史的信用，这是一个传统的传承的，一个呢现代的口碑，这个历史的信用就是历史的传承传统，它这是已经几千年了，到就是千年几千年的老店，再坏还是几千年的老店。另外呢老店里头不一定有老货色，可能那个老店只是个门面而已，因此就是口碑了。所以现代人的口碑，多数的人认为那一个店呢又老又可靠，里边灯是火灯驾驶，那我们就去了。新的东西不一定不好，新的东西它还没有经过啊时间的考验呢、啊、大概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新的东西可能是很好。事实上我们也在学新的东西，我们旧的佛教也在用新的方法新的观念。现在我讲的
就是很少用腐朽的名词啊，那也是新的，所以老店新开，我们店是老的，里面的货色也是老的，新的包装，新的一种啊方式运作，让大家感觉到耳目一新，这可以做得到，其他的也叫我建议重新整合啊，做不到。很多人都感觉到目前社会上迷失的青少年似乎越来越多，那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根据我国近年的犯罪统计，青少年犯罪不仅越来越严重，而且呈现出了集体性、暴力性、病态享乐性、堕落性、低龄化以及在学学生犯罪人数激增等等的特性。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很多，但是根据犯罪心理学学者的研究呢，家庭因素是促成青少年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见健全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了。我们现在呢，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如何建立健全和谐的家庭，引导青少年的身心正常的发展。现在的青少年呢，实际上啊，都很好，生出来的都很好，都跟过去的人是相同的，这个怎么会犯罪，怎么会做错误的事，那社会有问题，所以家庭有问题，那家庭父母们也是无辜的，父母们呢，就现在的父母们自己在做儿童的时代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那么糟糕的呢？在现在的做父这一代的人正在做父母的，就青少年的父母们呢，是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的人。那么这一些人，他们做儿童、做青少年的时候，那些父母们大概是啊，不会管到小孩子的。像我这个老人家、老和尚啊，我小的时候，父母们没有什么管我啊，我们家里的小孩子那么多，就6-7个人呢。我的妈妈到田里面做工的时候，给我脚上绑一个小铃，然后她就不管了，就好像放小鸡、放小鸭，放在田里面都管了。一直到她要做工了，她听听这个小家伙的在哪里啊？哎，我这个脚上还有声音，那就把它抱回去了。一直到这个上小学，父母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管的。现在的父母们呢，把孩子当成宝啊，怎么呵护，怎么的宝贝，娇生惯养，结果孩子们变成了什么犯罪了，说青少年们叛逆了，哎呦，问题重生了，这些奇怪呀、啊！父母付出那么多，孩子们反应是那么差，效果是那么坏，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因素很多啊，因素啊，并不仅仅是父母有问题，并不是青少年有问题，而我们整个社会本身呢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电视上、报纸上、漫画上，天天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这个电视上啊，像今天我这个也是上电视啊，电视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啊，不是小孩子的电视，但是呢，有的呢是儿童节目，儿童节目里面有一些有毒素的东西在里头。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孩子们呢有样学样的，而且学得很快，很像样啊。所以说呢，所以犯罪小孩子本来不会犯，而是呢大人教他犯的，我们的环境教他犯罪的。父母有没有叫孩子犯罪啊？有的时候有。父母们呢，这个看着这个社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啊，父母们自己的心情不好，自己做些动作、讲话的态度，以及对人的一种心肠、表情，在家里边呢，父母吵架，这些情形呢，孩子们看得清清楚楚，让孩子们怎么办？哎，
父母是这个样，但是他们小孩子也会啊。因此父母们现在所处身的社会环境是有问题，所以带着孩子们也有问题，所以这个啊有循环的连带的关系在里头。这样我们自己呢多照顾孩子，多照顾自己的孩子，多照顾他人的孩子，还有多关怀他人的心呢，多做一些，多赞叹他人，少批评他人，多啊帮助他人，少害他人。孩子们看到的父母是这么好的父母啊，那孩子们也会好起来。所以是到我们呢花果山来的父母们呢来久了，他对孩子们一定会很好，很会照顾孩子，也会带把孩子带到我们寺院里来。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父母啊自然而然就会把孩子带得很好，他也很轻松。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们呢小的时候带他的孩子到庙里来，但是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呢，我就问他，你的孩子呢？哦，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了，他们不来了。我说你们有问题了啦，这个他们有他们的世界，当然了，儿童有儿童的世界，少年有少年的世界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到寺院里来，我们寺院里边也是他们的世界啊，能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能够让孩子们呢体谅父母，父母要到寺院里边去，到寺院里边去父母去啊，孩子也愿意去。那么这个呢，看看父母们对孩子们的关怀到什么程度，你要对孩子们多付出时间了，孩子才敢给你多付出时间，你要给他多关怀啊，他在体谅你。所以这父母们既然做了父母啊，要匀出时间来关怀孩子，照顾孩子，跟多给一点时间呢给孩子。但是有的人说，我给时间给孩子多了，我就没有办法做义工，我就没有办法到庙里来。错的，比如说真修院呢，他就在这里，夫妻俩一起来，小孩子也没事，小孩子好乖得很。我们自己本身呢，你故意地把小孩子把他劈开，说大人有大人的世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世界，这个是没有错，这个也是没有错的啊。可是呢，你能够也学习学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吗？亲子在一起。比如说我们那个夏令营呢，夏令营来的时候父母把孩子送的来，然后看看孩子们在这里怎么样做些什么，然后孩子回去的父母把他带回去，所以这样子他这个孩子觉得很好。但是也有啊，有的父母呢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自己来我们这儿，那回去的时候呢让孩子自己回去，自己到我们这儿来自己回去，这小孩子是跟其他的小孩子就不一样，有一种啊寂寞孤单无助，觉得好像是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了。那么父母们忙什么呢？我相信父母们很忙，忙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呢既然有了孩子呢，我想啊父母们应该多一点时间给孩子吧。